班农啊，翁啊，你班农啊，你班农啊，都先喽，都先喽，爷爷现在都听不到了，嗯，八一呀，两，三两嘛，一个世纪了，差两年，一个世纪，差两年就100岁了，现在他要拿那个网，去那个他的鱼塘里面把那个什么。把那个出水口堵住它，怕它那个鱼跑出去哦。丫头，跟你这里挖一个洞是准备做什么？天桥啊。天桥。这里做一个柱子起来。啊。然后这边把它抬高，再抬高个20公分左右。上个台阶，然后架到这边是吧？到上面那个平顶上面。那以后我就在这边玩。因为这里风景好啊，空气好，在上面摆一个烧烤架哦。我觉得你要叫那个堂弟过来，你的堂弟啊，过来在上面再搭一个棚，要不然很晒。到时候看你。要不要我帮你？行啊。啊，秋子体验一下，让他减减肥。我说我瘦了10斤，然后我那天我看到一个评论，他说骗我去买冬瓜和叶茶，然后我看你视频还是那样胖。其实我是瘦了10斤，我是相对过年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。你没有，他们见到你本人的时候都会惊呼起来，你怎么那么瘦啊？都会这样说。刚才那个不是那样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早上冲了一下，一丝不挂的冲了一下，有50.9公斤。那还是118斤呢、啊，50.9是什么意思啊？50.9，那就是我101斤8两，那比以前瘦多了。我过年的时候有114斤，56.9啊，那时候称了。我现在衣服只要穿 S 码了。行不行呢、啊？我可不行不行，全部跑到那旁边去了，又掉到那个洞里面去了，怎么用？让我来吧，来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啊，看一下整体啊，从这边进去，这里做一个厨房，到时候这边要打一个灶台，打一个灶台，然后这边跟那个。后面的这个原来做的厨房，把它打通，有这边一个灶台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那种整体的灶台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这里有一个卫生间，这是卫生间，以后洗澡上厕所就方便了，不要跑到楼下了。当然楼下还有一个卫生间，以后这里下了台阶，就可以直接。进入到家里面了，哎，乌漆面黑的，管子已经买好了，我不在的时候大家辛苦了。明天就要开始装模，准备到第二层，以后大家来我们家里就方便了。再多的朋友过来都不用担心没有地方上厕所，没有地方洗澡了。我们新房那边也装修了两个房间出来，所以大家以后过来的话有地方住。小六说我们这里弄好了，他就过来了。还有亲妹妹他们说也要过来。还过来？亲妹妹就不要过来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想要他过来嘞。他太吵了，怕他了。为啥？他那天跟小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。说什么吵架把我吓坏了，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过去问小胖怎么回事，然后秦妹妹说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两个闹着玩的，我以为他们两个真吵架了。我也看，你也看了。哎呦，害得我还担心的要命。叔叔现在开始装模了，明天装一天模，后天又可以到上面的梁了。啥？那么你累不了？你那么哈的呢？
你买哈的滚了呢？没呀呀，对了，哎，人家乌身能挣能呢？有啊。哎？嗯，能够有挣了啊，八十。八十了，八十。人恁晒那人家人了，长寿人工人啊。那八十那位那家真的，奶奶八十岁了，还在地里面干活。人乌真赖嘞。俺那鬼老了，人多多少少人没见毛病的。嗯。就能来你都见恩了，就能来你都时时见恩嘛。鬼哟，时间来来，你都红到又冇包又尿，一百五十年冇不？เป็นอุชันไล่เหรอเนี่ยนายมาพูดเนี่ยนายอยู่เยอะเนี่ยใหญ่ไปอยู่ยาวไปเที่ยวเลยเติมละนี่นายยืดพัดอยู่เนียนสายอยู่ชุ่นเหรอฮะนายยืดพัดไล่อยู่เนียนสายอยู่ชุ่นเหรออ๋อเนาะยืดพัดอาทิตย์นี้เว้ยเราตั้งนานเว้ยนี่มันตั้งเว้ย现在锻炼身体一样嘛了那个นายยืดเนียนนานเหรออ๋อเนาะตั้งเนียนตั้งเนียนอ้อนเลยเดี๋ยวจิ้มพ่อใช้ตอนยังเล่ายังเจ๋งยังซ้ำจะอ้ำเจ้าจะจนไปหรอกเว้ยเว้ยจิ้มมาอย่างอันละอืมเนาะเป็นเราเจ้าอะเด้อเดี๋ยวปังนายจ้อน进去我们村的老人都是长寿的多，都是八十多、九十多了，身体都还挺不错的。我们这边都是早出晚归，老人家都把劳动当做锻炼身体了，所以看上去特别的健康。差不多了吗？差不多。要挖多深了？量一下吗？你去看那炉子下蛋了没有？炉子下蛋吗？嗯，快下蛋了，去看去。我不相信。真的，如果那个是蛋是紫色的，就是炉子的；如果是白色，就是鸭子的。真的假的？你看过它下过了吗？下了一个。下了一个了。对，下一个，但是。什么时候？趁我不在家，他们两个就下蛋了。被那鹅踩烂了。啊？那我过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去看一下我们家的那两只炉子。丫头哥说他俩下蛋了。紫色的蛋，你，完了，你在笑，丫头哥在笑。他忽悠我的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我听到你笑了。笑我这哪里笑我？我就累死了，哎呀，还笑个鬼笑！我听到你噗嗤的在那里笑，你看看丫头哥的表情，你看。我前天去摘那个芥菜，从那里滑下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刚好有个木桩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妈的，那些有人问我，你那蛋黄还有吗？我也是想这么问的，但是我不好意思问出口。他有才了。哎，你告诉我，那炉子真的下蛋吗？骗我的是吧？快下了。忽悠我的。快下了。不可能。我还是过去看一下吧。两只公的怎么下蛋？丫头哥，你我发现你专门坑妹啊！真的，你这辈子你就坑定我了是吗？对。我猜我们两个到七八十岁的时候，你注定还得坑我。那坑钱了。你出来，你举着个拐杖，你出来，我找了个老伴。出来吧，看一下。差不多了没？我去煮饭了。你去煮饭。天也快黑了，看炊烟袅袅了，准备做饭了。差一点又被丫头哥忽悠了，现在天色也不晚了，丫头哥还在这边挖这个什么桩是吧？对。伯父伯母去地里面去给那个钩藤除草了，三哥三嫂好像他们说出去有一点事吧，
我去把晚饭煮了。这期咱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